仲有呢支錄音筆，錄到畢永亨喺死之前話佢係警方 U.C. 一直喺卓廷光身邊收集罪證。你拎去調查一下，唔好俾我兄弟死得不明不白。OK， 我做完 backup 之後，會盡快 send 翻俾警方。唔該曬。我哋 ICAC 啲咖啡幾好飲喎，做咩好嘢飲？你係咪反？你想食嘢都得。喂，強記啊，樓下啫嘛，好正。好為食嘅，我寫嘢啦。我哋同老畢由細識到大，真係諗都諗唔到，佢竟然會背叛你。佢手上有好多我哋嘅資料，一定唔可以俾警方吹數。你哋放心啦，我已經揾人洗曬間屋，所有線路嘅嘢已經做好曬，大家唔會有事嘅，同我定啲嚟，千祈唔好自亂陣腳。我哋而家少咗兩個人，之後嘅嘢我哋要重新部署。都過咗咁多日，阿爸都仲未醒翻。雖然咁多年嚟我都習慣一個人過，習慣冇佢喺身邊，但其實我真係好掛住佢。我同佢細細個一齊嗰啲片段咧，已經好零碎，我唔記得啦。我真係想同佢兩父女可以好好咁樣建立多啲回憶，建立翻好我哋嘅關係。我喺呢個世界上剩翻嘅親人就係佢啫。我已經冇咗媽咪噶啦。我唔想冇埋爸爸，我哋决裂咗好多年，冇几耐之前先修补翻关系，点知佢又犯法又昏迷咗咁耐都唔醒，点解我哋永远都唔可以好好相处嘅咧？虽然我好失望，你明唔明啊？我真系唔想就咁就冇咗佢啊！无论点都好啦。你知道你阿爸最锡嘅系你，佢知道你锡佢，咁就够噶啦。我知啊，但我真系接受唔到啊！呢个世界咧，好多嘢都系变紧，但系亲情唔会因为其他嘢而变。你记住，点都好，佢都系你阿爸，佢一定系想你开心，你要坚强。冇事嘅，做我媽，嚟，冇事冇事。你同我都係 ICAC 啊，你唔係應該做我嘅榜樣嘅咩？我寧願我爸係一個監犯，我都唔希望佢係一個逃避站嘅壞人啊！Are you okay? 真的沒事？沒事啊。我會再勸下我阿爸的了。你去睇家情先。家姐，阿晴今日冇嘅，都系咁。家姐，我知道卓廷光慈善教育基金嘅资料系你 send 俾我哋 ICAC。卓廷光身边而家已经少咗两个人，首先系毕永亨。而第二個就是黎正田，我要第三個是 Linda Lee， 第四個就是簡志偉。
之后就会是洪柏年、傅天耀，最后一个卓廷光。我知道我跟你说什么都没用，但我真的希望你可以收手。大家都是为了公义啫。但我们 ICAC 依法办事嘛，你不是的。你都知道卓廷光是怎样，我不想你有事。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要被人拘捕，千祈不要觉得难过。如果是你亲手拉我的话，我觉得很温暖。提到你一件事，卓廷光为了收楼可以什么都做得出，留意地拆局，简直为所以，如果卓山你想龙城计划照原本方案发展，你一定要抓紧时间，抢在条例修订通过之前入纸申请，尽快开始工程。你意思是我一定要在三个月之内收齐木棉街38-60号的业权？冇错，果然是串通。老板，木棉街38-60号已经收75%的业权了，剩下聯絡到的業主還有5户，還有少量的業主就還未聯絡到，不過如果他們肯全部賣的話，收到的業權就會超過80%，到時就可以達到強拍的門檻了。還要多少時間？3個月之內應該沒問題。進來吧。呢个就是我表弟啦，系时候将个单位还翻俾你。点啊？呢7年嚟有冇好善用呢个地方？我同我班朋友用咗呢度嚟做 studio， 好多人都喺度完成咗进修同埋创业，真系多谢你。咁就好。但我想问下，点解你要做呢度嘅钉子户啊？我唔系呢度嘅钉子户，我拥有呢栋楼超过20%嘅业权。让佢哋继续对话啊 ！Come in， sir。黎主任有咩講？醫生話佢康復程度都 OK， 可以落口供。曉山都有勸過佢，但佢唔肯自首，亦都唔肯講 Martin 嘅嘢。我哋掌握嘅證據越嚟越多，但係如果要將 Martin 一網打盡嘅話，黎主任嘅口供係最重要嘅。每一次 ICAC 拉佢哋，都係黎主任放生，所以黎主任應該好清楚佢哋每個人犯過啲咩事，甚至證人或者證物喺邊，佢都會知道。但是如果连晓山都叫不开他的口，还有谁可以说服到他？隐形战队现已热播中，想看更多的精华片段就记得 subscribe 这个 channel 啦。